好，我们刚上节课最后呢介绍过啊，这个阳历加的数字，阴历加的数字啊，它都是由这个 polystyrene 改变的表现，进一步加工出来。对，目前最常用的就是这一类。那这样一个阴历加的数字，这个材料啊，阳历加的数字、阴历加的数字这个材料，以及它的应用呢，现象很早。看一下，1930年代，那很早了啊。那为什么这么早有这样一个需求去用这样一个材料，阳历加上数字，阴历加上数字？那么它应用在哪里啊？它应用在化学工业、化工厂里。那化工厂里面的锅炉啊。你要进行反应啊，那你会加水的话，那那个水呢，当然就不能直接是自来水，或是直接是水库水抽上来就用了，因为在自来水也好，天然水里面，各位都知道，你分析过阴离子至少有氯离子、硝酸根离子、硫酸根离子，产生阴离子，阳离子呢，没有钙离子。钠离子、钾离子都有，所以我们有锂。那含有钙、含有镁离子的所谓的硬水，那如果经过锅炉，然后再经过高温加热的话，慢慢的在它锅炉的表面就会脱垢，一些碳酸钙、碳酸锂这样的一个脱垢产生，到最后呢，锅炉会炸掉，会裂掉。所以在这个化学工厂里面，它进行这个反应槽里面，这里面的水呢，都一定必须要处理过。什么处理？去离子水，就把自来水或者是水库啊，或者是锅炉里面的水。抽进来之后，一定要先经过处理，让这里面的阳离子、阴离子都给去掉，锅炉里面先去去离子，它才能够进你的锅炉进行化学反应，其他的试剂加进去产生反应。那化学工业很早就有，所以这个需求呢很早就有，啊也不错啊，就在那个年代就有技术。做出来的方面，然后呢，进一步加工成阳历加的数字、阴历加的数字。所以这个是在工业界啊、化工界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量呢，是几个几个，它的几吨几吨要用。所以你看工厂里面很多那个大的反应的，那个叫什么反应槽。其中有一些就是事实上就是虚拟式的，它没有进行的，这里面放的就是阳历加上数字、阴历加上数字，一定都有的啊。那进行的呢，就阳历交换、阴历交换反应。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的目的是要去做去离子水的话，那你的阴历交换数字里，在这个去离子交换去离子的话。交换的这个反应管座里面呢，你放的是一个所谓的 mixed bed， 我们通常翻译成混床。那这个 mixed bed 指的就是说，同时有阳历交换数字跟阴历交换数字存在，而且呢，它是混在一起，把它混在均匀的混在一起。那另外呢，就是它的 foam， 这个很重要。foam 很重要，那我们的 foam 呢是氢离子交换数字的话是磺酸根，所以这个 foam 我们自己要写的时候记一下。这个 R 代表 resin 离子交换数字 polymer 本身啊，那这个关联基呢是磺酸根，然后呢还有氢离子 foam， 阴离子交换数字一样 resin 四级氨啊，然后带有氢离子 OH foam。
为什么你们就看？当你有一个 mix bag， 我想你们都当过实习生了，对不对？做实验的时候都有去需求啊，我们助教都告诉你，看水呢经过什么样的管子，经过什么管子，记不记得？没有点头。好吧，我问一下哈，你问前面的好吧？李友轩，来，记不记得？去取去绿水去过两次了。有没有看到管柱啊？我没有看到。正教没告诉你这里装什么装什么？不会装啊？另外一类是有机，不带 charge， 是有机化合物，有机的这个污染，那我们就要靠活性炭把它去掉。所以基本上它是这个水处理的话，通常这个过程，第一道是出货率，你会有一个 filter， 用的就请 filter， 然后呢就是两个就活性炭，然后混床的电力交换数值。那在你们非氯化学或是五化实验，在这栋楼，那个这边也有一个去氯水，不过那个呢就是两道啊，活性炭跟混床的电力交换数值得到去氯水。那在我们那边化学馆的话，除了去氯水之外，我们还进一步的去纯化。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那个纯水的装置，那个装置很贵的，十几万。进一步的把这个去氯水呢，再把里面的微量元素基物呢都去掉，所以才那个水才能当做 IC 的，就是像你做 AA 啊，做 IC 啊，做这个 HPLC 那个水，它才够干净的去做这样的应用。只经过混床的氯离子交换处得到的去氯离子水，如果纯粹是阴阳离子的话，浓度还好；如果再微量的话，就不够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为什么一定要氢离子 form OH form？ 因为呢，钠离子、阳离子部分跟它交换，做一个管柱啊，所以你们的这个观念呢？需要有一个管柱里面，这个你填充了阳离子、阴离子的数字。那你水进去呢，一定从进口先进来，先碰到前面的最上端的啊，这个阳离子、阴离子交换的这个部分。所以阳离子呢，就跟一进来碰到阳离子数呢，
进行交换犯，钠离子你就被抓住了，然后氢离子赶出来，然后阴离子的话一样的，碰到那个离子的树脂，它就跟 OH 离子进行交换犯，氯离子被抓住了 ，OH 排出来，那排出来之后呢，阳离子部分是置换出来氢离子，阴离子部分呢置换出来 OH 离子，这两个中和掉。所以出来的水呢是没有离子的纯水，去离子水。那么这个速度非常快，是为了工厂里面，就是你们在一般的宿舍，我们喝的是 RO 水，对不对？ RO 水也是把你的自来水经过它的处理出来里面的一些杂质、阳离子、阴离子，几乎大部分都去掉。那 RO 水。它有坏处，第一个呢，它浪费水，有些水排掉浪费水。第二个呢，它很慢，在工厂里面不可能用熬水来当做过滤水，因为它进水要快，短时间要进很大量的水。那么用这样一个混床式的这个离子交换的管柱呢，它这个反应很快，水通过去它的进度要快。所以这个在工厂里面啊，你去离子都是用离子交换的方式。那但是它有没有缺点啊？它也有缺点，就是它可以有效的这个可以交换的氢离子或者 OH form 的位置呢是有限的，一个管柱，你不管多粗，这里面放的量是固定的，所以上面的氢离子 OH 离子的这个位置呢，它的量是固定的。当你血这样进去之后呢，阳离子、阴离子它会把它取代掉，取代掉之后，这被取代的部分呢就没有效了，就它不是氢离子 form， 是 OH form， 它没有效了。所以当你一定的量通过之后，所有的氢离子或者 OH form 都被交换之后，它就失效。自来水通过出来还是自来水，这里面阳离子、阴离子还是这样的情况，没有效。所以它必须要再生 regeneration， 用一段时间它必须要再生。那再生的方式呢，从这边画了一个双箭头，它本来应该是四个箭头，还有另外一个反向的，找不到就算双箭头了，所以就这样子直接这样画。那再生的话呢，就逆反应，我用这个强酸上面的酸强碱，那么我也喜欢，很高浓度的强酸跟强碱呢，再通过去，让逆反应发生，把上面的接在上面的啊，这个不是氢离子、OH 离子泵，这些阳离子、阴离子把它赶掉，让它回复你的数值呢，回复成氢离子、OH 泵、氢离子泵、OH 离子泵，这个再生。那这个是通常在工厂里面，它是自动的，现在设计都是自动的，这个。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它就进行这个反应；到了休息的时候，不运作了，它就自动去进行再生。再生完了隔天呢，它就可以再继续运作。啊，所以这是化工厂里面，以及呢我们一般实验室里面的聚离水，大家都是用这个阴阳离子交换式混床式，它分别没问题。这个是用了很久了啊，1930年代以后呢，这个技术就有，化工厂就在用了啊，一直到现在还是在用。那至于说在家庭里面，我们喝的水呢，不用说是去离子，你喝去离水其实不健康的啊，完全没有离子是不健康，还是希望我们平常。这个饮食里面需要有含氢，像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这都需要的啊。像这个离子、这个离子，这个都需要的啊。所以适量的应该是好的啊。所以理论上，你健康的水，自来水是其实蛮健康的，你们该有都有。那如果你24小时全部都喝这个去离子水的话啊，你的离子不够的，你要靠其他的那个饮食呢。去补充嘛，那所以说在家庭里面用的，就
就不一定需要是去离之水，但是我们怕烧开水的时候会勾勾，看起来脏脏的，而洗那个勾勾难拿的。那所以在软水器方面，家庭的净水，除了 RO 水之外，还有一种叫离子交换的。那个离子交换呢，是阳力交换就可以了，阳力交换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缝，不需要是一个清理的，一般我们用食盐啊再生，所以是钠离子的。所以假如你们家里面啊，净水器，净水器是离子交换的话，不能管是这个，是钠离子的，阳力交换素体，而且是钠离子缝，那它当然可以被这个钙离子取代，镁离子取代了。那么一样的问题就是，它用一段时间失效，啊再生啊，那再生不会让你用盐酸啊，不得了，他会告诉你，就买一包食盐来啊，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里面的啊交换管束拿出来，就泡在食盐水里面，就买你买一袋食盐，啊融合之后你把这个交换树脂的管束拿出来泡在里面，泡一晚上，第二天清洗就可以用。理由就是说一样的，用食盐的话，钠离子浓度很高啊，它就把它取代回来，就让你离子树脂变钠离子，它就会再用。那所以这个是软水的话，可以用一种缝，阳离子树脂，然后是钠离子缝就可以了，可以达到这个软水的目的。你的水经过的时候呢，它。里面的钠离子被抓住了，置换出来是钠离子。那这个图片没问题啊。它那个喷口器的，它的营养力比较低，在是分开的。平常在用的是分在一起。那它在什么？这个问题啊，我们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再生之前，我们要做一个分层的工作，你把阳离子跟阴离子的这个交换性质把它分了两层，就他们还好，这个食物性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合成出来的阳离交换性质跟阴离交换性质，它们密度不一样，重量不一样，所以我们通常是逆袭它的话，重的轻度就分开了，所以它自然的变成两层。两针之后呢，其实它就可以分别的来洗了，这很好的问题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继续向下看了。所以这张图呢，我们基本上告诉同学啊，阳历交换数字和阴历交换数字，这个在工业上应用是已经很久很久很久，到现在相同的应用啊，就像去离子水。产生去离子水，那么这样一个应用呢，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净水装置啊，其实那个离子交换也是用到这个技术了啊。那么再回到我们现在这一章啊，要讲的分离的应用，在还没有讲到之前呢，还有一个。这个离子交换树脂呢，在二次大战啊，各位知道它结束的时候呢，是美国跑到日本，长崎、广岛丢了两个原子弹。那这个原子弹，它的材料铀，那这个它很纯。我当年呢，还有一个 Manhattan Project 就是。这个 project 基本上就是一个代号，就是要去做原子弹啊，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计划 ，Manhattan project。那当时我念书的这个学校，那个实验室呢是美国国家实验室，它是二次大战做的事情，就要去纯化这些具有这个放射性的这些能量元素了，去纯化它，然后呢。当做啊去做原子弹的一个材料，所以我们那个学校的化学啊，有这样一个实验室，什么化学馆，那个时候呢，他就一个任务就是要去
去纯化这些少量的红霉素。用的技术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压力交换，压力交换就把一个很大很高浓度的这个东西呢，经过一个压力交换把它分离出来，然后你要的是那个微量的红霉素。那你知道红霉素它的性质差不多，你要靠压力交换的数值分开，它的重量差一点，所以它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一个管束。所以我们那个老师呢，他就告诉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上个晨曦，他讲到这边他会讲说，某某实验室的地板上会有一个洞，打了钻了一个大洞，这个洞你们猜是干嘛的？你当猜不到，是一个洞干嘛？说当年我们要用那个离子压力交换管座，那管座太长了，一间都不够，一间的高度都不够，所以他用两间啊，从二楼打到一楼，然后装一个很长很长的这个管子放下去，用它呢来做这个离子交换，去纯化他要的这个微量的 isotope。所以他用的技术呢就是离子交换，离子交换。就顺便提一下。那所以说你可以知道这个离子交换的素质，这个材料早就有了，然后它可以去分离阳离子阴离子，这个资讯也早就有，可是呢把它应用在当作一个分离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是没有那么早，就在1975年才被发表出来，1975年。原因是什么？这个离子交换，这个它可以分离阳离子，像镁啊、钙啊，或者是铅啊、镉啊、铜啊、锌、镍，不同的阳离子、不同阴离子，分离没有问题。可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系统，那要分离之后要侦测，这样一个分离的一个系统的话，那个时候呢是。做不到，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就是说，你的离子分离之后，你要侦测，没有什么方法去测量。那因为都是离子嘛，不管阳离子、阴离子，那么所以会想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导电救济。要测离子的话，离子它那个导电，还有导电的这个特性，所以去测用导电镀剂呢，当做 detector。自然会想到，应该也是很好的，没错，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没错的。可是呢，技术上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啊？就是说你的分离管柱，比如说你要分离阴离子，你用一个阴离子管，这个阴离子交换管柱，它的确可以分离阴离子，但是呢，你的就是你的流体液，它也必须。是一个这个浓度很高的离子，用一个浓度很高的离子呢来进行分离的话，那你的流体液本身就很高的浓度的阴阳离子，那你用这个电脑镀剂当做侦测器的话，你的背景电脑镀太高了，这么高的一个背景磁场，当你在你的分数打进去的时候呢，氯离子出来了，它的这个信号改变、导电度的改变呢不够大，那你背景的导电度太高了，所以你的分析物离子出来的时候，它产生的一个导电度的改变不够明显的时候，它的灵敏度就很差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不管阳离子或者阴离子交换素子，可以分离阳离子、阴离子，这个是没问题的，文献上很多哈，那你们也许。氟化实验可能做过，现在也许没有做过。早期的时候，我们都会安排一个一张树脂，然后去分阳离子啊。我们是另外一个收集下来，再去特别去加试剂。所以这个技术早就有了啊。但是问题呢，就是一个背景的
导电度太高，所以你这样一个技术没有办法去应用。那么在1975年，我们这位先生，这个史莫先生啊，我们翻译他不能翻译小先生啊，史莫先生。那么他不是一个这个，他是一个研究员啊，他学历只有硕士，但是呢，他就设计了，想了一个办法，把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困难呢给克服掉，而且很成功，所以他在1975年把他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啊发表。那么发表之后呢，啊这个在分析化学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技术啊，算是一个突破，在那一年里面，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突破的一个技术，所以这篇论文是很重要的一个论文啊。那他同时的啊，这个发表说我的分离阳离子是什么样一个系统，分离阴离子是什么样的系统，为什么我这个系统呢可以克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问题。瓶颈在那边，我怎么去克服？结果发表之后啊，轰动了。然后呢，这家公司啊 ，Dynex 公司呢，他很有眼光。他在那一年文献一发表，他就去把这个专利给买下来。Dynex 公司呢，就是你们上学期啊，做 IC 实验的那个仪器的厂牌，就是他。他把这个专利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全世界就他一家。要用这个系统的话，就他一家，别人不能够去生产，所以他就把全世界的这个鼻子晨曦的这样一个市场全部占下来了，占了应该10年之后，别人可能竞争就很困难，因为全世界的很多实验室里面，他要运用他的系统习惯。像你以后如果是哪个同学呢，是负责飞机实验的主管的话，你大概会优先考虑的是 Dynex， 因为这个仪器很好用嘛。所以10年之后，这个专利没有了，还是他啊，一直优秀，到目前为止还是他这个最大的厂，是很有眼光。那什么实验室用的最多？就是像这个环境的自来水厂。卫生署、环保署，他们每天要分一大堆水量，每天要分一堆啊，这样计出来的，欢迎看到，哇，太棒了，好吧，那我们现在再回头看一下，我们做过实验了，基本的道理都了解。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基本上重点在他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他用了一个 suppressor 抑制管。分离管在前面，后面用了一个抑制管，然后把这个背景电解质呢，背景这个导电度呢，把它压低。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怎么设计的。我们先讲一个首先，阴离子交换，分析呢，阴离子的分析。那它的 Allen 跟刘喜业，看得清啊。碳酸氢钠、碳酸钠，我们就用碳酸氢钠当做这个电子，经过 pump 抽进完，接出去，经过一个 sample injector， 哇，就进了这个分析管制管 separation 管制。那这个你分析阴离子的话，当然分离管制里面或者分析管制里面放的就是阴离子交换器，分析阴离子，阴离子交换器，那。比较好的写法是 polymer resin， 然后呢试检，这样写法比较好。但是我因为这个图呢是别人的图，我就拿来了，它是用 resin 而已的。比较好写法应该这样写比较好，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边有一个试检正离子，所以这个地方呢会可以交换的地方是碳酸氢根离子。为什么是碳酸氢根离子呢？因为你的流洗液是碳酸氢钠。它一直封过去，在还没有打射过之前呢，流体液一直封过去，所以你所有交换的位置呢，全部变成了碳酸氢根离子，基本上
好，当你的分析样品打进去，这个地方呢有，假如说你要分析的氯离子、硝酸根离子，那你的样品打进去的时候呢，你要分析的对象是氯离子、硝酸根离子，但是它不会只有是阴离子进去，没有阳离子，没有这样的样品，所以有阴离子进去的话呢，它跟它成对了，它一定有阳离子。阳离子什么不一定嘛，可能是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所以我们单纯起见呢，我们就假设是钠离子跟着它进去的，一定有阳离子跟着进去的。整个溶液里面，你的 charge 应该是 balance， 应该是中性的，多少阳离子，多少正 charge， 不应该有负 charge。所以这个代表说，我要分析阴离子在这边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当然进到这个反作用。碰到交换宿主上面的关联键被交换的位置呢，它就交换了。所以假如说是氯离子、硝酸根离子，它就会接上去、抢上去了。置换下来的是碳酸氢根离子，就进去交换，出来的碳酸氢根离子。那它交换了之后呢，不会说一直留在那边，那一直留在那边的话呢，你就测不到了。就交完之后呢，它会被后面的硫气液呢持续的进来，会被后面的硫气液呢再把它取代回来，去逆反应再进行。还有一种就是里面的这个氮氢啊，它持续的进来，所以它会把交换在上面的氯离子、硝酸根离子呢，把它再赶下来，赶下来，然后氮氢呢就接上去。我赶下来之后，它跑第二层，然后再置换上去。然后再被后面的再把它赶下来，往第三层，所以就啊，这个观念要有啊，它不是要进去治疗，置换上去不下来，不是这样，它也不会进去很快啪下来，不是这样，它是交换，再被赶下来，交换赶下来，这样一个一层一层，这个过程啊，这样写，那这里面那个这个氯离子、硝酸根离子，你跟这个。交换数字里面的烯基胺的正向，如果它这个作用力不一样的话，作用力强的它就慢，比较慢；作用力比较弱的比较快，就先出来。这个过程是都一样的，都没有问题吧？所以这个分离的过程啊 ，separation 的这个过程是这样一个啊反应，可以来表示，置换上去，然后被硫烯液把它。再赶下来，然后在第二层置换上赶下来，这过程持续进行。到最后呢，这个氯离子、硝酸根离子它会出来，会出来呢，它会经过一个，就是史默先生他的贡献就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去把你的背景导电度压低。想的办法就是。接了一个多接了合理管中之后多接了一个 suppressive pump， 我们翻译成抑制管。那这个管柱里面放的也是氯交换树脂，但上面放的这个种类呢也是分离阴离子，分离管是阴离交换树脂，然后呢抑制管是阳离子交换树脂，而且呢是氢离子泵，所以放的是阳离子交换树脂氢离子泵放这里。放这里面为什么它可以压低你的背景电解质啊？背景导电度呢？啊，原理就这样子嘛，就是当我的流洗液，先看流洗液进来的时候呢，一样的啊，它是碳酸氢钠，因为这个是阳离交换树脂氢离子泵，所以是钠离子呢啊跟这个氢离子交换，钠离子被抓住，氢离子这个跑出来。氢离子跑出来，它跟这个碳酸根啊，就结合成碳酸。而这个碳酸呢，很幸运的啊，它是一个很弱很弱的酸，很弱很弱的酸，10-70，所以它的解离度啊很小，不像碳酸氢钠，碳酸氢钠呢是完全解离，碳酸氢钠是完全解离成钠离子跟碳酸氢根离子，把碳酸氢钠转换成碳酸本身，它是非常弱的酸。它只有很少很少的部分能够解离出来，所以它的如果光是你的流洗液通过去的时候呢，它就变成碳酸出来，
搬出来。那碳酸节约很少，所以它还是有电，这个导电路啊，这个导电路很小。相对于你没有这个管束的话，没有这个 suppressor 的话，它能清纳，那这个是完全解的，那这个导电就很高了。这是它这个 suppressor 它的功效。所以这个是靠脑筋啊，想到这样一个方式，可以把你的这个 element 背景电解质导电路压低啊。那这是一件事。那对你的非细物理子呢，那会不会也一样压低？有事的话很不好，那很幸运的不会。那非细物理子出来了，那进了这个管径之后呢，也是一样啊，一个阴离子、氯离子配一个这个阳离子嘛，就阳离子一样的会把这个氢离子取代出来。那跟这个氯离子的话变成HCl 强酸。如果说是硝酸根离子进来的，它和钠离子跟它一起进来，一样的钠离子取代了氢离子，变成硝酸。不管是这个 HCl 或是 HO3 都是强酸，也是百分之百解的。那么所以它的这个导电路呢，不会变差，而且那个氢离子呢，它的导电路比钠离子还要好，所以它的性能反而是变得更好，更灵敏。所以它成功了，这个 suppressor 呢，可以有效的把你的背景的流习导电路呢压低、降低。但是对你的非细物离子呢，它不但没有变低，而且变高了。那么所以它就成功了。那我这个是因为上学期做实验啊，是根据这样一个原理，我想同学应该没有忘掉的。有没有问题？那这个 I 系统刚出来的时候啊，我讲过从技术这个突破，那对这个优势来讲，谁看到最高兴？就是这个环保分析的。环境分析的人，像水质分析的人，他看得很高兴，因为呢，比如说他要分析水的话，里面的阴离子、氯离子、硝酸根离子和酸根离子，在过去啊，每一个离子，他就需要用一个方法去分析的，那三个离子就三个方法，那每一个方法都很麻烦，就是一个水样它要三个方法，而且很久。那这个技术出来之后，一个 sample 打进去了，三个样品或三个成分的同时分析，那你要配的只有一样东西，流洗液而已，其他的不用配。这个流洗液样品打进去，一次分析三样东西，所以呢，节省了这个试剂，节省时间，所以这个技术出来，对他们来这个环境分析的人来讲。这个贡献非常大，我们看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另外呢，这个阳离子利用这个离子器来分析的话，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分析阳离子。那么刚刚的管束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你的流洗也当然也不一样。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分析阳离子的话，你的分离管束当然是阳离子管束。阳离子阳离子啊，那你 suppressor 相反，阴离子阳离子 OH4 这个原则啊，这个原则，阴离子阳离子是 OH4 好，那你用的流洗液呢？是硝酸啊，是硝酸。那么硝酸啊，当做你的流洗液。那么用盐酸通常不用，这个盐酸里面有氯离子。这个氯离子对金属的腐蚀非常强，就不用盐酸，用硝酸就可以了。硝酸啊，放进来之后，进到你的这个分离管，所以分离管因为是有硝酸嘛，分离管是阳离子阳离子，所以你的这个交换对象呢是这边的氢离子，氢离子。那当你有你的样品呢是钠离子阳离子进来的时候，当然它可以跟你的氢离子交换。
交换上去之后呢，后面的箫声它进来的静谧只能再把它赶下来，所以它是交换上去，然后被赶下来，然后再交换上去再赶下来，这过程持续进行。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阳离子呢，它跟你的黄酸跟那边啊，它的亲和力不一样的话，它就有前有后分开了，啊，这是分离的机制。那 suppressor 的机制呢，因为它是一个交换式 OH form 啊 OH form， 所以当你的背景电离子啊，背景的这个流行液硝酸进来的时候，硝酸根离子把 OH 离子赶下来。然后呢，你是硝酸阳离子、氢离子，所以跟那个赶下来的 OH 离子结合成水，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背景更厉害了，完全没有结，没有这个导电，变成水，完全没有导电，所以它的灵敏度更高，背景导电就完全没有。那当你的这个非氢离子出来，钠离子、钾离子出来，它交换上去之后呢，把 OH 离子赶下来。那么跟你的这个钠离子和钾离子跟那个 NOH 和 KOH 这个强碱完全解，所以对你的非氢离子啊钠离子、钾离子来讲，这个是没有影响，完全解啊。所以这是啊 suppressor， 它可以有效的去压低你的流习液。如果没有 suppressor， 我就不知道。硝酸是强酸，它完全解，它的导电就非常好，所以背景的这个导电就非常高。进入 suppressor 之后变成水，完全没有背景电这个导电度是零的，啊，所以它也成功的啊分离这个啊阳离子，所以它可以从这个两个系统都可以这个成功的啊去运作。那你没有办法说一个仪器呢，两个都看了同时做是不可以的，同时间是没有办法，所以你要同时分离阳离子、阴离子，一定是两套仪器，一定是两套仪器。那同学有没有问题啊？好，这个原理一定要知道，它非常重要。那但是，啊。他发展出来的这个第一代啊，这 suppressor 这个 Collin 呢，他的确就是放离交换树脂啊。那这个离交换树脂呢，放这边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问题，寿命的问题。这个跟我们前面讲化工厂，它的离交换树脂，当它有效的那个交换的位置呢，都被取代之后就失效了。这边也是一样。它有效的是 OH form， 但这个 OH form 呢，会随着你的这个实验的过程里面，尤其一直进来，所以这个过程呢持续进行，所以有效的这个 OH form 持续的被消耗掉，所以它的寿命呢是有一定的。所以当你上面这个 suppressor 里面的有效的这个 form 完全被取掉之后，取代之后呢，它就没有效。没有效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把你的背景导电度压低失效。那么，所以各位看到，它这张图里面故意画得很粗，就分离管就很细，对不对？那那个 suppress 他们画得非常粗。当初他在做真正在组合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的确是这样。第一代在卖的时候是很粗糙的，刚学生的时候。我用过这个第一代，它很粗糙，这的确是很粗。它为什么很粗呢？所以它可以装比较多的量，所以它的寿命就稍微长一点。它这个当初设计是八小时，所以你一般实验室早上八点上班的话，下午五点钟下班，这个正常工作时间，它如果撑到那个时间就可以了。你下班回去再设，它同时两根管子。你下班回去的时候呢，就让它再吃。第二天来，那管子再生好了，那你就可以再用。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一代的时候的确是用的是立交的管子，当做 suppressor， 但是它有这个问题，寿命的问题。
那如果很不幸的做到一半，那就寿命到了，那你不能做，停下来换换做，再次看。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怎么办？你要想办法，厂商要想办法，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第二代就是你们做实验，我不是管做法，所以你们助教没有在世，你也没有在世，但它是自动在世，就持续在在世。那用的这个装置呢，我们叫做 membrane suppression， 它的 suppression 呢是用那个 membrane 方式，薄膜式的。膜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离子交换数字，它是薄膜，离子交换薄膜。在这张图里面就是这两层，这两层蓝色的、浅蓝色的，阳离子交换 membrane。假如说是分析阴离子的话，那这个 suppressor 这个 membrane 就是阳离子交换的 membrane， 非常的薄，厚度只有50μm，非常薄。那么它是有孔洞的。那两层 membrane 中间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的流体液，就是你的就管住出来的，管住出来的分离管住出来的这个流体液或者你的分析物，就经过中间 membrane 中间的这个空间，这也是一个这个像垫片一样，中间呢有个有个空间啊，收进去就流过，经过这个空间流过，然后回出去排掉。不是排掉，让你的离开。所以你的流体液的分析物溶液呢，流过这个位置。那你的再生液呢，它是在 membrane 的，因为 membrane 两层，它在 membrane 的外层，所以这边有再生 regenerate， 就是你过来。那在课本上那个箭头把这个画出来 ，regenerate flow。箭头从这边流下来，流进来，从这边流出去啊，它不会两边都流出去，这边流进来，这边流出去。这边上面这一层也是一样，这边流进来，这边流出去。所以再生液的这个流动方向跟你的流体液流动方向正相反，正相反。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你做实验的过程里面，它持续的来再生。让你的这个离子交换 membrane 持续的有效，所以你就不会有担心说实验做一半那就失效了，你就必须要停下来，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就像你做实验一样。但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用右边这张这个来表示的来看，这张图来，那这个蓝的浅蓝的也代表这个 membrane， 它是阳离交换 membrane。分析阴离子的话，它是阳离子交换的。它本身上面呢是有阳离子交换的关联基啊，黄酸根。那至于说这个交换的位置，氢离子呢，是因为我们再生粒子硫酸，我们做实验就是硫酸的。硫酸让再生液通过这个 membrane 的外面这个地方，membrane 的外面通过硫酸。所以这个硫酸这个强酸氢离子啊，就始终的就让这个 membrane 本身呢是由氢离子化氢离子啊，这样的钻通过去。那么当你有这个流体液持续的通过的时候，流体液持续通过碳酸氢钠，流体液呢碳酸氢钠持续通过的时候，那这个钠离子呢它跟这 membrane 的这个氢离子呢可以进行交换，因为这边的钠离子 membrane 上面没有钠离子，所以它跟它进行交换，然后呢跑出去，那氢离子呢就跑进来，就变成了碳酸氢钠呢经过这个 membrane 之后，它变成碳酸，氢离子取代钠离子变成碳酸，碳酸的导电度变得很小，碳酸氢钠导电度很高，所以这个效果就有。Atom 本身，流体液本身，碳酸氢钠，这钠离子跟这个 membrane 上氢离子交换，然后就出去了，氢离子进来了，就进来换电，所以让碳酸氢钠跟碳酸
所以你的 sample 进来的话，比如氯化钠、蓝色微粒子，跟它配对是钠离子或钾离子都可以。那么这个阳离子部分呢，被氢离子取代出来，那么氢离子就取代进去了，它变成了氯化钠变成氢化氯化氢，所以它导电路呢，还是很好。那么这是你的这个 membrane suppression 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各位没问题啊。那这个第二代出来之后呢，那当然这刚才这个很严重的一个缺陷，就是说你的 suppressor 必须要定时去换，就解决掉了，解决掉了。那这个公司在目前呢，还是占了离成型的市场还是主要的，第一个啊，这个第一号产品最新的。所以它在这个部分呢，持续在进行研究。再生你要通这个，通这个硫酸嘛，对不对？然后目前呢，第三代的话，目前呢，它就不需要配溶液，就是你做实验都不要配溶液了，硫酸的什么碱的都不用配了，它就用直接用水，经过电解，就产生那个酸的碱。所以你做实验完全不要配溶液，你就直接用这个水冲进去，它电解水。那我想我们今天不讲那个东西了，这个是它目前最新的一个发明的产品。好，我们今天就上了这个了啊，机器同学。